我记得，你一直想要一把。你有一个任务，昨天夜里地下仓库钻进来了一群变异爬虫，拿着这把，看着像那么回事了。解决地下仓库的事以后回来找我。 慢了，这些虫子肉风干了，味道还行。待会儿让老王去收拾一下。地下仓库只是个小考验，有个新麻烦，小鱼老王给起的奇怪名字，就是他养的。老王刚刚和我说，他一小时前去，这些年。
了。